主料：鸡肉800克，黄花菜100克，香菇100克，生姜50克。辅料：油、盐、老酒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30分钟到1小时。鸡肉捉水，香菇泡水，生姜切片，黄花菜泡开，热锅，放入少量的油，放入少量的生姜炒香，倒入焯好水的鸡肉，加入适量的老酒和盐，炒香，焖两三分钟，加入泡好的香菇，加入泡好的黄花菜，炒一会儿，加入适量的清水，炖半个小时到40分钟就很入味了，汤很浓很营养。烹饪技巧：鸡肉要炒香了再放清水，这样肉比较入味哦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